又把孩子带到这边来体验这里的生活，而带来这些孩子绝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过度照顾啊，就是没人照顾跟过度照顾之间怎么去找到那个平衡点。这个啊，我这边我的这个本业，我的正业啊，是说没人照顾的孩子。我的副业呢，是说照顾太好的孩子，在家养尊处优的啊，这孩子啊，那这个其实孩子的本性哈、啊，相去不远啊。如果后来会有问题，绝对出在大人，不是出在孩子。这个收养这些来这一些大概已经七八年了啊。我发现这些孩子在家养尊处优的，在家是一个小霸王啊，小王子啊。来到这里的话哈，那么胆小如鼠嘞，我叫他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他不敢怎么样嘞。好，那怎么难教？非常好教。这个当中最容易发现的是什么？发生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哭，啊。因为依赖惯了嘛，父母离开就哭嘛，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就让他哭到不想哭，哭到不想哭，对啊，哭到不想哭嘛哈、哦，啊，他把这一些情绪整个发泄完了以后就 OK 了，就没事啦，因为再哭也没效果啊，好、哦，这是第一个，第二呢，跌倒啊，哦、啊什么啊就哭啊。千万记得让他去哭，你绝对不要赶快靠过去安抚他，我、哦、请他起来，哎呦没什么地方伤到啊，有没有什么痛啊，哦他永远哭下去，每一次跌倒就在那边哭，多好啊，我跌倒这边哭，有人来安抚我的话不是很爽吗？好、哦、所以你赶快亲近他去安抚他去怎么样的话，哎这是鼓励他哭，但我这里没有用啊，哭个三次以后就不哭了，达不到目的嘛。第三个吃，因为我们这边呢、啊，我常讲说我们说你们吃素，我说不是吃素，我们这个是吃一手后不吃二手后，好、哦，这个是我创造的名词，定义是我自己下的啊、哦。什么叫做二手后呢？因为人能吃的动物的肉啊。哦都是草食动物，牛羊草食动物，鸡鸭啊，它是吃低等的五谷杂粮嘛，跟一些蔬菜等等嘛，哈、哦，也是植物，哈、哦，所以吃植物的这个动物的肉，草食动物的肉，人才能吃，哦，所以人能吃的动物的肉是草做的，植物做的哈、哦，所以植物是一手货。那个鸡鸭的肉哈，那个牛羊鸡鸭的肉是二手货，这样对吧？对不对？很好啊，很好哦。所以我们不吃这个低级的植物，透过比人低等的四脚动物、更低等的两脚动物去吃低等的植物制造的肉，我们才吃它的肉。这个我不说，我这样骂人，不晓得你们被我骂到没有哈？人为什么这么笨？还以为说那个营养，吃肉后才有营养哈？那你想一想看，猪肉的动物有什么营养？对吧？除了凶暴之外，啊，牛羊吃的那么简单的草，低等的草，大象、骆驼、马吃那么低等的草。不都很壮吗？对吧？还需要什么啊？哦，那老虎、豹、狮子呢？吃了以后呢，不过就是一下子爆发力强一点，耐力就没有了哈。那、哦、是这样怎么好呢？我是怕营养不足，吃牛肉就有营养哦，它的营养来自于低级草呢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啊。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呆呢？就要透过低等，比我们低等的四脚动物、更低等两脚动物去吸收低等的植物，制造了才吃它的。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吃高等植物、高等五谷杂粮呢？啊，所以我自己这样吃已经吃了40年了，
今年77岁而已哦，强调一下。而已。看我健康吗？很健康。啊？很健康。哦，所以你看吃这样的话多健康啊，省钱、省事又健康，何乐不为？好、哦，这样照我这样吃的人，没有一个会胖的，就跟牛羊一样不会胖的，啊、哦，不会胖，这很健康。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吃到黑羊黑心牛啊，对吧？那担心嘛，我们现在吃的哈、啊、都是用水煮的，一点点油，一点点盐啊、哦，那么水，然后一点，然后就把这些洗好的青菜放进去，就顺便给它盖了，就盖喽，不要在那边炒来炒去哦，哈、哦，这样盖的话呢，那个温度一高的话就对流，对吧？啊，对流的话就很容易熟，对吧？啊、哦，又新鲜又省事又省钱呢，这样的话瓦斯可以少减少浪费很多，对吧？其他现在是什么哇油怎么放进去哇那个高温，然后再变成那个油烟哈、哦，哇怎么炒啊？又费体力又浪费金钱哈、哦，又浪费时间，对吧？哈、哦，很不划算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吃。啊，吃得的很健康，而且我们要尽量的单吃高丽菜哈、哦，就高丽菜，就一点点油，一点点盐，啊、哦，白菜就白菜嘛，但是有一点哦，白色的哈、哦，要加一点姜，嗯，不会，白色的，好、哦，加一点姜哈，姜哈、哦，这样就 OK 了。啊、再加一点几块豆腐，一点点饭，一点点面哈、哦，哎，就 OK 的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这边是这样吃的。啊，小太在我们这里来的话，他说哦没有肉，我不吃，很简单呐、啊，你不吃我就让你饿啊，是你不吃啊，不是我不给你吃哦，观念要厘清嘛哈、哦，你不吃好、啊、没关系，我要给你，你不吃没关系，你看大家都吃啊，你不吃好、啊、没关系，说起来。下一餐还是要吃这些哦，啊，三餐过后哈、哦、就乖乖的了，所以你千万不要顺着他，他一不吃一挑嘴，啊你就去顺着他，没完没了，到最后、哦、挑食偏食哈、哦，那什么都来，那我们这边不会，啊、哦，大家一来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两餐之间不能给他吃任何东西，吃掉温开水，最好给他们喝温开水。好、哦，冰开水千万不要喝。好、哦，那这样的话，两餐之间不吃的话，时间到一定饿嘛，很好玩呢。来生活体验的哈、哦，我们12点准时吃饭，那11点半就开始在等了，就在那个，那个11点50分哦，哦，他们通通到齐呢，还看不到我们的孩子呢。好、哦，我们孩子一定要音乐响，因为音乐有3分钟嘛。听到音乐响再跑过来还来得及吗？哦，所以提早在那边等的都是这些生活体验。